我接落脚下野区了，我这儿没人。台南也没人，不是我这个汉宁也没人。你那边有一个风的，看到，指他的在城里，四表。哦，城里有，对对，城里有一队。哦，我汉宁没人的。 喝的温的热水，感觉还可以。糊了，齐了。糊了，这把他妈山圈人也不多，缺一个圈道。对，操！来了，他们全回来了。 刚好还有地方搜，太爽了！这把就他妈 QVU 了吧？ 这种上山就废弹一定要拉满，四倍，四倍不要，缺扩容枪吗？四倍，四倍带，四倍带，四倍带，缺两扩一狙扩，缺个四倍，缺个狙扩。我狙扩我有，狙扩四倍我都带着。OK。 我上了，我上了，我上了。有车吗 ？AZ， 有，借一下呗。先走。物资拉了，走了。可以。我得先去防守了，我怕 cap 的人先上来。我也上山了，需要一个四倍。我能给。 带子弹多呀，这把因为我们守山呀，打靶，所以都带子弹带的多。补给都带满一点吧。还买30发没带？380发，等会儿说不定能打完的，学员们，你们看着吧。我打完过，这感觉可以腿了，这里这三爬坡太慢了。空火怎么做？分下工作。 就还是老规矩，一人一个点，占自己最熟悉的点。好吧。好，你先挑，好，那我就这里了，我黄一标。对，就占自己最熟悉的，最不会漏防的那种。站哪？我去这儿吧，我去一标吧，我去这儿。好。我去打前锋。哦，我们两个这边。要不要？要扩容枪吧？要不要？要了，拜拜。
扩容和枪头我要。来来来，我们要不先集合，先集合，来来来，这个台子上分东西，我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了。没有，那边好像没东西了。三倍狙扩、狙枪口、狙握把、红握，这边这边有个，乖乖去那里面。OK。全是配件。来这边。过去了。好，我也去了，我去一标了。还有四倍拖带板，有人要吗？位置好像重叠了。没事没事，我马上就换位置。来，你来过来，你来我这边。我来了。我还是下去一次。有摩托镜。谁开的枪？我开的枪，我开的枪。我在敲他摩托车胎。有摩托车进到汉庭了，没事没事，一把枪，有一把 M4 应该够打了。幺六就拿来抽，能抽的就行。哇，刚才人真的好准，我现在自己打了一下，感觉刚才人真的好准。不是，他那幺六是连点的。那个人是挂呀，大哥呀。嗯。我现在自己。那我自己在试，你知道吗？讲道理，我们是诛仙的呀。好难。有点难，这边全的人我看到了。这是什么？左边这城里的人还在，还在搜。哎，有人过桥，还挺还大桥，一个蹦蹦两个人，逛。帮我插一下这个，充下电。这条线有人看吗？黄线。我可以看，我可以看。OK。从里边来人就叫我。啊，上来人了。哪边？你那边吗？黄线，黄线，黄线。啊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我给你打夹角。有个夹跑得快一点。我来了。我也跑过来，我也跑过来。打两个。我来了。在我脚下吗？斧头，拔下去了。我死完了。OK， 好，炸。赶紧往家。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回去补点吧。可以补，可以补。三个盒子。下面，下面，下面，下面。有个要不要狙枪补？不，下面了，下面老逼。下面老逼在抽。对，城里面老逼。来，狙枪补。小猫，你肯定要接着回你这个。OK OK。我没帮你看的，小猫。二彪，二彪，你帮我看，我要看黄线。我两头跑，我知道。黄线不是黄线，要刘哥看，刘哥。我去了，我去了。刘哥在二彪看着脚下就行了呀。我捡一下急救包。你不用两头跑，刘哥二彪看黄线进来那个口子，就是这个口子，二彪口子。刘哥，你不用看他那边。你看那个二标，现在的二标。OK。对，然后 AC 听到脚步了，你再帮他抽，然后 AC 帮你看你脚下就行了，都是来得及的。我脚下来人，我全看的，我很远就能看到的。对，所以刘哥就主要把黄线这边盯好，橙线这个口子不让让人进来，橙线的口子就能从一标上了。我听到车声了。我这里不太好看得到黄线，我主要能看到这条线。哦，你不用不用，你往这边站，你站到这个口子二标，我现在标金标二标，二标就能看到橙线的口子有没有进人。脚下是有人的。只要橙线没进人就可以，然后橙线没进人，小梦就只需要看这个二标就行了。
黄线有人看吗？黄线 AC 能看，我在看。Okay.干嘛都行，不对，他们想去攻别人房子，这个什么什么？不人了，不人了，我脸上。怎么下去了？我过来，我过来。我过去帮他，我过去帮他，我过去帮他。倒了，倒了，没事没事，可以接车。接。没事吧？我过去吧。不用不用，你别过来了。上面倒一个。还有一个。下来。还有个拉下面去了，还有个拉下面去了。我打倒的这个你可以补哦。还有个拉下面去了。好的。OK， 我回去了，我回去了。好，你继续看啊，你继续看这个位置啊，我回去了。OK， 我肯定回去了。我也回去了。我回来带氧化镖。你还是要注意一号呀，一号我没法帮你看的，一号我没在看的 ACC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别，别乱抽，你一会儿反正把这个黄线卡死。穿下去了，穿下去了。我把车，我把这个车挪。我有摩托，我有摩托。你们不是有一辆车的吗？有一辆车，我看一眼这二边有没有人吧，好吧。发现他在里面阴着，这个二边是个单房，他按理是不。不应该会有人，我可以直接试探兄弟，你们可以整装直接下二了，我们最好是下二这个圈，别犹豫，越犹豫越不好，来来来，我先看一眼这有没有人，你可以先看，我兜一圈，我直接撞那个厕所，你看有没有人出来打我？没看到，没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，六哥，啊，刚好摸了个人，三标，我操！这也能把我狙了，我操！被谁狙的？远端狙的。三标小老鼠吗？二标狙的。我们刚才打那一队。那我一车进城。我们从四号，我们从四号走吧。我们从三号容易跟他撞。来我这边，来我这边，来我这边走。我们在我们如果在三号，我们其实可以卡他一会儿。城里没有人的，城里没有人的，我能救吗？我不好救，我不好救，我不好救。来，我们要进圈。我后面岗亭也停人了。刘哥，刘哥，来来来。好，走吧，走走走。你后面岗亭哪里？二标，但是没来我这儿。你现在听得到城里有枪声吗？我这枪声是城里的吗？而且这个房子还打起来了，这二标房打起来了，死了一个。二标房子我现在没办法去啊。他封烟了。我开过去不知道什么情况了，我肯定进城啊。哦，可以。对，直接进城。城里有人啊？有人，有人。这也不会是满编的，当一。我脸上，我脸上。没血没血没血，他没血。nice nice nice。右手右手右手大围墙。没事，刘哥自己打，刘哥自己打，自己打，自己打，把他杀了。我这边又过来一个，
他尿到去了，这他妈的没打死他就离谱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这没死吗？哇，这是假的吧？我没枪都打在他身上了的呀。哇，我就没有空枪呀，这是为什么呀？这，我看你视角。 别再来小图了，小图太恐怖了。哇，我就没有空枪呀，一枪没空，我偷他妈的。哇，没事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哇，762的枪永远不肯，552的枪永远不肯再耍了。现在的762太猛了。哇。 我撞到那个楼下那个人，打保卫克托，直接把我瞬秒。没事没事。哦，556的枪是要打脑壳的，还是762方便？你妈打身体直接就秒了。 哇！我打了两个人都他妈大残，第一个逼他妈也是大残，应该。哎，好气！怎么办？传说中的两级很快，一个小时轰轰仔，人无了感觉。我们的健康作息好像又没了。怎么又是小图啊！我操！没事，我回来。我上把那个圈刷的就离谱，你妈明妥妥的三圈，能他妈切下去，我操！我说跳这边野区，可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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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哎，我键盘卡了，哎，我，那你太鸡巴眼了，兄弟！我键盘坏了。这视讯有后门的吧？哈哈，怎么给你过的？我操！这滴滴滴滴送的冰封飞机啊，谢谢。 对，排位萨诺的比例确实有点过高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给票回来，这边转，刘哥跟我。别在这个穷地方搜了，太穷了。哎，那个给我一下，哼哼。哦，哼哼，你妈哼哼分不清，哼哼说不住。哼，这个逼盗我 ID。 来，先这里拿一把枪。Barry， go。刘哥先去二标房顶领一把 Barry。OK。等我就去这个二标汇合，我们快速搜索，快速走，直接把枪、武器、头甲拿好，啥都不要了，急就来了。 我就把主枪有了，那我就不去自闭。我差一把 Barry， 对啊，什么没？旁边没有，旁边没有，旁边房子没人。啊，刘哥记得拿那把 Barry 啊。OK OK OK。如果你不拿的话，跟我说，我就去拿了。OK，我去。派拿有一点，派拿。OK，我你们呢？我多很多个，是不是？很多个。我也是，我有。我刚刚落地。 就尽量搜快点。二标房顶是吧？就三层楼吗？对。
二层楼，这个你上三层楼往二边跳。OK。我直接把炮，我不拿炮了，我觉得分区吧。炮都不拿了。嗯，不拿炮，拿栓狙。不 K 人头，不对枪，不打突破口。看着我也可以换马，我也可以换一把栓狙。我也是栓狙，我们栓狙是不是有点多了？我这栓狙我没狙，是我大炮了。没去，你有 Barry 吗？我帮你背一把大炮过来。没有。你多个锤我。好，那我直接过来。不消有兄弟要吗？要。不消不要了。多一个那个是吧？我现在找你了，多个锤我。不过我直接走了啊，我去那边合了。OK。扩容有人要吗？有累了，不要。有累了。需要扩容。OK。扩容需要的是吧？需要的。大伤收中啊，红红。全部没收，我只收了个主楼。我这二头二甲。不要，二头二甲枪口，他不要，我都不要，我现在只想合，我去接留个吧，可以，去接留。缺个拖塞吧，我得给你。二头二甲三标，少侠上马。这房子里有多大二头？扩容要吗？要的。好，拿地上。锤我。四倍锤我。扩容那个枪销。不要了。好，一人一间开手。轰轰叉叉叉。一人一间开手，兄弟。标印在我这不过。他拿拖带板。举下宴要不要？来人叫啊，兄弟们！可以。OK。我这摸人了，刘哥过来补人头，我这在爬，焦点这里在爬，刘哥，再补一下，他三级甲，我
我操！补了2枪，他妈没死，因为三级甲打给他打烂了。对，他队友在哪？我不知道，他从这个房子跑过来，这边房子，二标。接着守。二标，能救，架一下，过！倒了！我操，这狗逼！ 左边有一个，他们倒一个，我也能救。左边这个人要管一下，左边这个要管二标这个人就行了。右边那个去救人了，管二标那个。直接救就行，我的位置安全。二标的人压近。哇，这把招惨的，53名。拉过来看，你站在我背面，我站在我背面。你站在你熊远看不到的 AC。 我侧背面，我侧背面。走。这边丢进来吧。哇，好稳。你不能站那边看，那边永远看不到的，兄弟。他得飘个二标，飘在房子左边去了。马路左边，你听那个枪声啊。 我后面还来了一堆在抽我，完了，遭中，这下遭中了，遭中我听见，这下，遭中了，哇，人五，我，捡他妈20也太他妈离谱了呀！我操，全是沙诺，我靠，沙诺也能打，我刚那位置很好了已经。 别他妈又是沙诺，好吧，那该他妈来一把大的了。掉段之后应该按理说都是艾伦哥。可以，操他妈的，抓住机会啊，兄弟们，这把。好，加油加油。哦，来了，机会来了。 没有白金呀，我他妈钻4，现在钻5，兄弟。必不可能被白金。你晚上排位怎么感觉？ 怎么跳呢？直接开始运营，我看一下飞机尾巴。看一下，看一下下轮怎么跳。跳，下轮怎么跳？歪车没有走，歪车。 下载车吧。可以，拿个蹦子。我那边城口，等我飘过去看。这边双拼，你们可以搜，刘哥，不要搜高楼，高楼太慢了。你说双拼就搜双拼。OK。 我拿的3轮。蹦子没拿了 ，OK OK， 那我去城头看一下。我们外城的圈啊，我这边的圈已经给到了，我们一圈可以动作快一点，把点位站住，防守就可以了。我直接搜这儿了，我不过去了。我直接搜这儿了。 这个楼还可以啊，感觉。嗯，搜那边会有点麻烦。哎呦，啊，我操！
我操，狠狠帮忙搜一下。OK。要 M762好吧？好。主枪 M762，副枪双击什么的都可以。帮忙搜一下。七二五这有哎。我操，我这肚子他妈的闹肚子，兄弟们。我跟他说，我操。三标 M762。我的好多握把。就带就带。握把去不去？谁握？给我把剑都有。这一个。给我把剑四倍金。四倍带，给我要几根？一个。还有呢？再要一个。四倍我不要。差两扩充一握吧，我差两扩容一个枪口，差个二级吧，没有二级吧，别别，慢哼哼，有什么不懂的问我哼，没事没事。刚把那个好友界面按出来了。OK， 全我不要了。先拿这个顶一下。我们以前怎么踩？你屋呗，喂。你往你屋踩一个，我这踩，我这踩就行。你屋标我这儿挺好的。可以。握把我不要了。黄金屋我单踩吧，你们直接都拉过去，找辆车。我多个枪口，多个枪口。好，枪口我要。前面的无敌楼我还想搜，算了不搜了，就这吧。黄金屋还可以搜啊。我直接去黄金屋，我差两扩充，我直接去了。啊，你们找车过去。我这有扩容。带一下吧。带一下吧，带给小梦。一会儿拿车去五房的。我俩扩容。你一会儿你要去城东拿车的，去加油站。我知道。我城里没车的，加油站拿车，然后接哼哼过去。哎，我是拿栓狙是吧？我忘记了。是是是。啊、哦。栓狙、连狙都可以。加油站。这边好像来过。蹦子在二，我城头没车，车库没有车，我城头有车，我单会单挂五房，来人我会走的，外城没人是吧？对，外城没人的，这边加油站是有车的是吧？是的，加油站有，加油站有台蹦子。我房区里面，我现在我房子有一台吉普，一台摩托，都是车。怎么样？他装备怎么样？一般，没有找到七六二的枪。没有找到七六二的枪吗？没事，给他标一把。这个旁边有。M4现在是。三标有 M762。OK。我旁边的房子有人了，旁边的假人物。你们要快点过去了。跑了，没事，直接带他，没事，直接带他去拿，带着去找，带了个枪口，是那个二层楼敞篷的那个楼是吧？不，一层，一大炮，敞篷层，拿我们。OK， 找到了。
旁边指的是那小车库吗？哦，对，我标点了。好，小车库。选到了吗？它主枪和副枪使吗？有发现？配件有吗？配件拉满了吗？只有个三倍。只有个三倍，红点什么都没有吗？红点有，红点有。我说九八 K 是三倍。你们带他去那个，带他去小木那边。我这单挂。别的配件没有吗？握把、扩容。都有，都有，都有。我有。扩容没有，扩容没有。哦。带了个快速的，然后狙枪头没有。哦。好的，来来来，配件，好一毛握把，握把我不要了，握把我也不要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只要点位不要，找一个，能补吗？拿他那个号吧，算了，过去，前还多个枪头。我带着，我都补偿。OK OK， 我是小眼，能找他拿补偿吗？都补偿。扩容你不要了吗？扩容我要。有了有了。有没有二级头啊？这应该有，找一下吧。一枪，二楼的一枪。可以可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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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过，怎么说是吧？就大爷，还行，就大爷，怎么已经倒了个队友了？哪里来人了？对面假车库，对面假车库，我在往上转移了，我北边。我知道，我去拿位置，我去拿位置，要拿大仓。一秒六或者二秒都可以。能救吗？救！我在打药，我在打药，我打完药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刚刚用九八 K 爆头了一个。嗯。他们过不来。别倒了，别倒了，我们要走，我们要走。哦，对，还要走走走。不对了，不对了，我们要走。我走了。他们要走。上车，上车，上车。有吹捕车，我看能不能拿。吹捕车不太好拿，吹捕车被架了，开摩托吧，来。上。哎，我暂时不要，我新表都有人。完了，兄弟，我吃个饭。那到，再做一个。这边有个石头，加油站的。那边有个。不能捡了，不能捡了，不能捡了。右手边有别人的车，听到了吧？哎，我走，我走，他们插过去了。我操！哎，
不是，我这个加射出问题了，我操，这啥回啥情况呀，哥们儿，我操，我准备直接走的，我没打算打他们。然后他妈往他脸上开呀、啊，你往他妈左边开呀、啊！不是我这枪他妈怎么就杵脸上了呀？杵在兄弟们，哇哇人无，人无，怎么突然突然成孤儿了？我要走的，我直接飞过去走了，兄弟们，他还没下车，他直接停那个队友了。三轮车不太好干，我不知道你先停了队友。哇，我不知道，蹦不上，腰射是直接把他妈兄弟打死了，这他妈太哇了。还好还好，没打死没补，还好。没事了，回一下，回一下。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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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学到了奇怪的姿势，这个波枪，我呀，操猛啊，红红！他这个车位我扫不到他，我操！我这把掉凶了，我这把打两个队友，加他妈四十名出局，掉凶了这把，减28，我估计。这几个直接裂开。哎哎哎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我操！你没补人，那几个人头不算是啥的。没补兄弟、啊。人无了呀。有点，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我就找了个点位，还在看下面，左上角红了一片。我操！